的这个玩具叫做什么？章鱼队长。对，这个章鱼队长的玩具是仔仔平常最喜欢的卡通，对不对？那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上面的人物？上面的人出动任务。出动任务哦，那这一只叫是什么？有猴子。猴子，好，那等一下我们给镜头看。那这一只呢？这一只叫什么？你说哪一只？这一只，第一只。熊。熊。第二只呢？猴。猴，猴啊，一个字。这个是企鹅。好，然后嘞，每一个都要。这个可能也是猴子。也是猴子。嗯。这个章鱼。章鱼是不是？兔子。兔子。帅哥。啊？谁？那个拿相机的人。哦，拿相机的人，然后嘞？谁？萝卜。萝卜。为什么？我们这个玩具是从哪里买的？对啊。想想看啊，爸爸妈妈带你去哪里买的 ？YouTube。哈 ？YouTube。YouTube。带你去那个华泰喷水池那边，对不对？Outlet， 所以是 Outlet。对，我们那时候去逛 Outlet 的时候，仔仔就看到这个章鱼队长玩具，然后他就很想要买，所以我们就买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好像是一个拼图，对，然后它有分大、中、小款式，然后我们买的这个款式好像就是最小的，对，大家可以去逛一下。那我们今天要来开箱，看里面到底是什么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开始 ，Go Go！ 哎，靠，照不到你 ，Go Go！ 蹲下 ，Go Go Go Go！ 好，仔仔，你现在来帮我们开箱一下，好不好？哇，里面是什么？它里面有附这个，就类似于鸡乐高的东西，然后要自己斗。哎呀，它的头啦！什么什么？它的头啦！它的头。好，它的内容物里面就是这样一包，一包它的零件，然后还有附上这个它的贴纸，然后还有一本这个说明书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喽。好 ，Go！ 这些超可爱的。还一个头。这是在里面耶，在这里。等一下，这两包不能搞混，这搞混就完蛋了。哇，这超难的。你有觉得吗？因为没有，我超难。你看它的轮子做得很精细耶，有没有可爱？有。哇！噔噔噔噔噔噔，坐进去。等等，没调好。坐进去对不对？有没有可爱？有。你看它这个可以打开，就出动。重点是它这个尾翼还可以动哦，有没有厉害？是它翅膀对不对？它这个尾巴也可以哦。今天拼了这个，在华泰Outlet买这个玩具啊，其实这个，我觉得不太适合小朋友玩啦，因为他们现在还不太会拼。对啊，然后这个其实就是要大人协助，对啊，因为我以为是我们买的时候就有。问那个店员说，就是这个东西是乐高类的嘛？店员有说有，但没办法，仔仔太喜欢了，所以我们还是买了。对啊，那这个其实比较适合，就是摆在那边观赏。这小朋友一摔的话，应该又整个毁掉了。
对啊，但我觉得这种亲子时间是非常棒的，对不对？喜不喜欢跟妈妈拼？喜欢。那你觉得我拼的厉害吗？厉害。几分？柜子啊。你要叫他跪着啊？嗯。啊，你这么霸道啊？人家要是站着，然后他叫他下跪。头飞走，你那么开心呢、啊？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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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